奖嘉宾达到萧家峰博士及所有 VVIP 们的进场。大家早上好。我们今天要彻底的去了解，如果要彻底了解，首先我们是分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要了解什么种类的商业。商业我就分它两种，第一种就是 solo 就是商铺，第二等级 SNU 危险盖那个啊很出名对吗？早二十年前我都听过了，都去过了。Premium Outlet 不同层次 ，Premium Outlet 啊，那些人啊，去那边没有什么，唯一就是买东西吧，真的是买东西。电器使用的东西就是说在那个加兰帕萨，对对对。那么穿的是以和清源。来都是比较集中，除非有更好的代替他了，啊，不然他还是生存。我们如果要成功，我们就要什么加一点。投资有三大类，第二，我们养老收金，在养老投资或者你要增值投资，哦，就是要套现。所以用这种方法投资的时候，你必须头脑要想清楚，你的观念要想清楚，你到底要什么投资啊？要买对什么地点投资啊？要买对价钱。道路进来的时候，你要发觉这第一条路径，我们称为什么？那条路叫什么？如果要进，那条还没可以进可以出，叫做爬半路。如果可以进不能出的，哦，叫做嘎嘎路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嘎嘎是可以进不能出的。所以第二条大道可以进的叫做阿迪路，阿迪路可以投资，阿邦路也可以投资，好，阿嘎路小心一点啊。OK， 如果你跑出一个妹妹路，你也小心啊。就是第二条大道，哦，又不可以进又不可以出的，啊，那个你不要买啊，那个叫做死路。所以打工的是五大工作分类，哦，在世界统计，打工和销售的者。这大部分都是50%在世界统计，那是不为主的。企业家就是生意人，叫企业家呢，他们必须要用生意的方态心态。为什么呢？他什么生意都要接，他因为他自己做老板，自己做统计。那如果是企业家呢，就要学会做领导者。来，我们再统计一下啊，哦，现在我们的以前的社会就是什么？好，哦，每十年我们就在统计，2001年到2011年就叫做 A 社会。A 社会就是贫穷的人和富有的人还是很平均，所以中层的人很高。好，哦，我们未来就是好，哦，这就叫 M 世界。M 世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贫穷的人就自然多了。本尼继续教育学院及亚洲八大名师创办人。林冠成博士 Dr. Alfred Lee 颁发讲师资格荣誉证书给我们的大豆萧家峰博士。